大家好，我是 Ari，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最近好像蛮红的一个游戏，它叫做什么？不要停八分音符哦，我不确定，因为它是日文的，我看不懂。对，那好像很多人最近都在玩，然后它是用一个声音控制的一个游戏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乱吼乱叫那种感觉。对，OK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动音，不不不不不，OK。所以你，蹦过去，他这样，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你的，越大声，他就会跳得越高，这样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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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蹦！过！OK，跳。OK，我们再重试一次。奥米呀，奥米呀。终点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哎、欸，等下等等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看一下，这好像可以哦。我们试试看用这个方法。呜，哎、欸，感觉蛮远的、欸。呜，呜，
OK， 我们再试一次。OK， 好了，我刚刚已经录到我的相机已经我刚刚那台相机已经过热，所以变成说
嘿，我没办法再录了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了。OK，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。如果喜欢，请点喜欢，然后也欢迎你们订阅频道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，不要停止八分修八分音符。那我的那个它的游戏连结会在影片下方。然后，假如说你想要下载这个。不管你是要当做闹铃，或者是当做铃声，或者是拿来玩这个游戏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那我会把那部影片的连结放在影片下方，那它下面就会有一个下载的一个连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